定恒秉持打造绿色金融低品牌之目标，持续推动节能及加强落实节电工作。那我们将20年以上的桃园大楼打造成智慧节能的大楼，相关节能的改善措施既有空调主机汰换成为高效能的机种，照明设备更换为 LED 的灯具，那在屋顶上设置了太阳能的发电系统。那我们不断在一个经营的理念上跟整个节能部分就共同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在第一行的桃园大楼整体呢节电的比例达28%以上。这套系统是我们第一行桃园分行的空调能源管理系统，那整个能源的使用流向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图形化去做观察，然后进而去改善，达到一个节能的效益。节能用心做，省电做回来，让我们携手节能减碳，共享。